那我觉得就这样，黑白邮箱的时候出来走，然后就是走的时候就是你就看呗，我到时候在哪儿啊，就是在我后面这样，我们就一排，然后直到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其实大家就可以，或者如果你们有人在那儿的话，就也过来找我就行。好，然后最后我们就还是在这儿嘛，就跟上次一样，对吧？好。有电了。但是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现在感觉有点是说对，比较慵懒啊。如果你想挖我在自己聊了，好吗？好，对，可以，好吧。这个空调好像确实比上次要好，加嘛，风也大，而且调个位置嘛。嗯，它中间有风吗？有风，台底和台上都降了，都降。哎，这个风是从哪出的？两头，然后四个柱子。哦。每个柱子都有一个大的出风口，吹，对着中间吹的。哦。四个柱子都降了。我是感觉比上次好一点，风比以前好像大一些。对，风量很大。这次就。现场就准备这个，我就到时候每一场每一套衣服的时候就帮我分一点。可以。今天我觉得我觉得比上次要凉快一点，可能舞台上空调加装了这些，感觉这场不用穿那个兵马甲。我今天就是。因为凉快啊，它是速干衣嘛，就很凉快。我还以为你是喜欢这个颜色。我纯粹是因为它凉快，因为我怕热，我太怕热了。我身边朋友都知道我夏天开5度空调的，可以冷但不能热。不是，我最近买了所有的衣服，都那种速干衣，就是就是这种料子。我买了很多种类似这样的，很凉快，但是还没到货，但我寄到酒店去了。今天第一天的试音结束。拜拜，明天见。有点因为那种速干衣比较素一点。
偷偷磕的面。让它稍微的有点点小亮点吧，撞色吧，撞一撞的感觉，好像再配个红帽子的感觉，稍微撞一下，会显得稍微夏天一点，提一点青春的活力。那我们演唱会见了。